81F1 表总里程清零设置视频，现在屏幕上的总里程为 14.5 千米。首先我们同时按住加键和减键2秒钟以上，进入个性化设置界面。进入个性化设置界面后，再同时按住加键和减键15秒钟以上，进入总里程清零设置选项。屏幕上会显示 CL2， 几秒钟后仪表完成总里程清零。现在屏幕上的总里程已经被清零。